私立病院集体来谈哦，社会是真正遐。台湾的医疗科技佮医疗服务，其实伫过去伫国际间风评是真好。全球200大病院内底，台湾就占14间，只属美国佮德国排行世界第三名。伫亚洲是领先其他国家。这项医疗的成果嘛，互翕成纪录片，伫国际频道观点来报上。就是因为看到台湾的医疗品质啊，其实今年三月，马来西亚查某囡仔在父母的陪伴之下，暂停来台湾医治地中海型贫血，希望甲这种在台马地区每20人就一人得到一边治疗好。近年来，医疗观光甲跨国医疗在全球各地盛行，而台湾先进的医疗科技甲医疗服务在国际间早就已经真有名，尤其在冠状移植、颅颜手术。心肺跟外科这技术更加是国际上大家拢知影，每年更加吸引真侪国外人士来台接受医疗的服务。99年呢，我们统计呢，已经有15000多人了，那么包括两岸呢来前来台湾呢接受，包括重症医疗、健康检查，还有医学美容等服务。李卫生署长邱文大也讲，2000年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公布世界健康排行榜，台湾排名第二，而且台湾的医疗基础进步也侪摆受到国际肯定。为着让更加侪人了解台湾医疗各项优势，国家地理频道以纪录片方式，深入了解台湾的病院甲研究机构，掀开医疗奇迹背后的成功秘诀。The goal is, you know, we hope that our audiences will get the chance to learn a lot more about Taiwan's medical advancements and also its efforts in medical tourism.And you know, we really believe. I mean, the shows will have the impact to influence people's decisions to come. 你这部国际医疗纪录片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完成，会用讲故事的方式，把台湾医疗带向亚洲、纽西兰、澳洲、中东地区、甲中国大陆等超过30个国家。到时阵将会有2亿的收视户，到顶见证台湾的医疗奇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